江浩一，我们分手吧。¿Qué pasó？ 哎，你有病啊！分就分，谁稀罕啊？我告诉你，就你这不可一世的态度，以后根本不会有人看得上你。El macho。真是要疯掉的节奏！哎呀哈，你偷吃什么了？才几分钟没见，你就变胖了？莫名其妙的被揍了一顿，还被强势分手了。虽然这都是他脑补出来的恋情，可被女人提出分手，还是让我很不爽。Sí, estoy de acuerdo con Bolainas。如果我和所有人分手，问题不都解决了吗？哎，看来你还是不了解女人。大部分女人说分手其实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危险信号，他会自寻短见。Veremos qué sucede. Estoy un poco nervioso. Al día siguiente. 401. 402. Cielos, qué macizo. 不做完1000个，不许停下来。Esta p está loca.就要胡说，谁让你们输给了我们女队？社长，饶了你们！都给我去妈好！我走完不许回家！Diablo, señorita。她果然不是一般的女人啊，能这么快就从失恋的打击中恢复？不行，再这么闹下去会出人命的，一定要去救救那些家伙。Ese es un verdadero hombre。好，快！不就是打个赌吗？没必要逼他们到这种程度吧。你来干嘛？我不是说得很清楚了吗？救星来了。Es que me dio sed。混蛋，放手！我就不。Tengo miedo, tengo miedo。哼，真是博爱又仁慈啊，混蛋。Una deuda con la sociedad más tarde. 江浩一。¿Alguien queda aquí en la cebolla? 2000 años más tarde. 汉尼，你醒了。今天是周末，干嘛急着出去啊？没有啊，是去约会吧。放我出去啊，爸爸，你们管管雪莉啊。亲爱的，今天你就乖乖的待在家里吧。啊，浩一呢？浩一说今天要在家里学习，不出门了。我要去替他买参考书了。叔叔阿姨啊，千万别给他开门哦。Pero esto ya es otro nivel。开门啊。Pobre cosita fea. Hoy, 今天的约会就当作我们的结束吧。抱歉，让你久等了，家里出了点状况。没关系，其实也没有很久啊。要不我们先喝点东西。约我出来不就为了喝点咖啡吗？ Flashback de Mojojojo。 浩一，有句话在我心里藏了很久，请接受我的心意吧。你的心意我明白，梓潼，我会好好考虑的。Fin del flashback de Mojojojo。 是不是该说点什么？可说什么好呢？我第一次跟男生出来约会，心脏都快跳出来了呢。这样下去会……你脸怎么这么红啊？是不是生病了？Tú amas esa mujer, ¿no? Sí. ¿Quieres abrazarla? Sí. ¿Complacerla? Sí. Pues dale, dale toda tu ternura. Oh,
我没事。No me esperaba eso. Pero me esperaba no esperar nada, así que no cuenta. 咱们去逛逛吧。哈尼，我回来啦。好啊，亲爱的，跟我玩捉迷藏吗？那我就不客气。Vamos a morir。哦，美女啊！哦，哎呀，真好看。Hermosa。Ahora sí viene lo chido. 小心！我靠，不是吧？你们好夸张啊！应该其实没那么可爱了。Así te quería agarrar, puerco. 等一下。这是太萌了！你来干嘛？是鬼来嘲笑我的吗？好意，这些人好可怕！太可爱了！星星，看这儿！他们俩怎么也来了 ？Le quitas lo divertido a la vida。Agradecido con el de arriba. Hoshi, 不要太小看我。啊，没想到你这么爷们的人还有这种嗜好啊！其实这样也蛮可爱的。你还故意嘲笑我？啊，我那是在夸你，你明明可以……你给我闭嘴！要不是你，我怎么会搞得这么狼狈？FBI, enviad aquí al mejor agente. Acabo de ver una cosa espantosa.